不正看物鬼。不正看物鬼，逢系喺小巷、物弄、污糟邋遢、恶臭熏天、不洁不净嘅后巷之中，就必定可以揾到佢嘅身影。呢一种鬼只能够喺呢一种地方先至能够生存，去到另外一啲地方，佢根本冇可能生存落去。点解？因为佢哋嘅粮食以粪便为主，是另外一类的食粪鬼。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身份比食粪鬼更加之卑微。严格来讲，他们应该只是能够吃到一些二手的粪便。什么是二手的粪便呢？就是食粪鬼或者其他食粪类别的鬼所食剩的粪便。有时好运一些，他们可以吃到食粪鬼错过了的新鲜粪便。不过这个机会很微。有人问，既然他都是食粪便类别的鬼，为什么不正正常常去公厕居住，那里有大把新鲜的粪便给他吃呢？不讲你不知道，其实刚才讲过这一种不正看物鬼，他们是鬼道之中最卑微，连一些本身是很卑微的食粪便鬼都会去欺负他们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在一般的公厕这些地方已经有很多食粪便鬼在这里守候，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可以接近，唯有躲在一些后巷里面，看看会不会间中有人在后巷那里尸便，他就有机会吃一餐饱。不过这种机会非常之微，一头半个月可能只有一餐。就算真的被他守候到这个机会吃到一餐饱的，都千祈不要被食粪便鬼发现，因为他们会觉得原本应该属于他们的食物被这些小鬼偷去，他们就会大发雷霆去殴打这些小鬼，令到他们吃了下来的粪便都会全部呕翻晒出来。这一种不正看物鬼之所以搞到这么折堕，就是因为他们生前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布施给一些修炼的僧人，死了之后就会受到这种恶报。就算来生给他再做人，他们下一世都可能会是一个淫邪的妇女。听说原来真的有很多鬼对粪便是有兴趣的，所以大家就算半夜人有三急，都要想清想楚才好去后巷那里解决了。是不是还想看多些我的影片呢？以下是我煲哥推荐给大家的精彩影片。如果未曾订阅我煲频满座的朋友，记得按一按我订阅键，还有按旁边的钟仔啊。